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老牛说养生，我是老牛。有人问，蔬菜生吃还是熟吃好？能生吃的蔬菜最好生吃，因为生食能最大限度地保存蔬菜中的养分，而且清脆爽口，像糖巴西红柿、刷黄瓜、炝苦瓜等都是营养丰富、口味宜人的菜肴。还有一些蔬菜，如从荷兰引进的芽球菊苣，生吃味道微苦，清凉爽口，如果熟食那真是糟蹋了这个菜。考虑到中国人讲究煎、炒、烹、炸的烹饪习惯，在烹饪一些用于熟食的蔬菜时，要大火快炒，以减少营养的损失。但是像菜豆、黄豆等蔬菜，则不但要煮熟，还要煮透了才能吃，以免发生中毒。我是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、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、中食中级烹调师刘老师，欢迎大家关注、分享、评论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